德惠凤山堂供奉广泽尊王及广泽夫人，成立于公元60年代。早期广泽尊王是由姬童的母亲供奉在五级之马八英里消防局附近的一间新板屋内。因广泽尊王显赫，有求必应，消息传开后，村民纷纷前去祈求，香火就这样慢慢的旺盛起来。后来因土地受到政府征用，因此搬迁到德惠园大排15座。由于信徒众多，香火鼎盛，神明威灵，理事与信徒们在商讨下决定购地筹建新庙宇。在1995年，新的理事会成立，并取名为德惠凤山堂，同时也购置雾兰工业区现址庙地。经历了4年的筹建，新庙终于落成。在1999年8月17日，举行盛大的竣工大典。德惠凤山堂也供奉了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太岁星君、拿督公、陈王公、大二爷伯等众神明。德惠凤山堂在每逢初一、十五及星期日开坛就是，庇佑教化世人，让信徒生活幸福，促进社会和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德惠峰山堂每年在农历2月22及8月22日为主神广泽尊王庆祝千秋宝诞。千秋活动一般包括恭请一王大天尊圣驾安坐、补印过平安桥、祈福仪式、平安宴会，其中出席礼联谊交流会也是今年庙会的项目之一。在民间习俗的神明诞辰，庙里的主神一般都会利用生日或是特别选定的某一天举行出行绕境仪式。出行的目的就如同警察巡逻辖区出庙巡视访查所管辖的范围，一来当然是希望既有神明的访查能将地方不好的事物如瘟疫或厄运消除，为地方带来平安；二来也既由这样的访查活动能更加确立神明所管辖的范围，既有消除恶煞安定人心的作用，以既有巡查四福的意义。队伍所到之处，信徒摆设香案、信礼祭拜、焚烧纸钱，并和神教欢香，插以家中的神明炉，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神明联谊活动既有历史性意义，道教本来一家亲，都是倡导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神明联谊活动既有教化现代青年人的重大意义，让青年进一步认识道教不分你我，就是在比喻教化世人，让民众生活幸福，促进社会和谐，国泰民安。